好，来看到花莲市长魏家贤以及彰化市长林世贤，在彰化市民代表会主席陈文彬，在多位的代表以及花莲县议员魏家彦的见证之下呢，签订友好城市交流合作的备忘录。在彰化市民代表会主席陈文彬和多位代表以及花莲县议员魏家彦的见证之下，花莲市长魏家贤和彰化市长林世贤在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备忘录署名签约。市长魏家贤表示，花莲市和彰化市在104年缔盟为友好城市，两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也筹划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备忘录的签订时程，在今天完成了签约仪式，对两地的交流是相当重要的里程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彰化市跟彰化市公所来做相关的合作备忘录。那我们过去彰化市是我们的姐妹市，那我们希望有更深层的一个交流机会，所以我们来把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来做相关的签订，希望不论以后是观光文化或者是宗庙的一个部分，都能够做实质上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期盼未来有更多的乡亲民众可以来到花莲市来做相关的观光旅游，花莲的乡亲也能够透过姐妹市来认识彰化市，来进而来到彰化市来做一些文化深度的旅游。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增进两个城市之间友好的感情。那在此也要特别谢谢林世贤市长，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把我们花莲在地的原住民文化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带到彰化市，让大家了解到原住民文化之美。市长魏家贤表示，花莲市和彰化市地处台湾东西两侧，各具有不同的观光资源和文化意涵，因此借由签订交流合作备忘录，希望双方互相合作发展地方文化特色，彼此连结观光资源，推动深度旅行，共创宜居的美好城市。在结束签约仪式之后，林世贤市长陪同魏市长等人参观了彰化县定古迹扇形火车库。这座车库新建于1922年，由于轨道以吊车转盘为中心，朝库方向以99度分散，铁轨外展有如像是一面扇子而闻名，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保留的扇形车站。大华联新闻综合报道。